2023年，慈友做了很多活动。慈友会品书会已经有好几年了。慈友会是凝聚力量，由我们相互精进勉励、导读分享，年轻人也加入，所以相信法入心，法入心。这个芳兰山庄是我们每年慈友都一定会去跟这些老菩萨他们一起围炉，然后带给他们一些赠品，还有他们一些补品，然后陪他们做游戏啊，然后陪他们一起欢乐，陪他们一起吃饭，所以每年就我们就像家人一样跟他们一起围炉。其实慈友会真的做了很多事，不管是每一年芳兰山庄的围炉还是欢喜学堂，然后我们做义卖。今年度的任务是走进社区接引菩萨。最近师父一直说因缘，我感觉我这世人真有福，因为呢，会当得到这么多很真、很诚、很纯、很美的菩萨。你们每一位呢的生命价值是那样的高贵。我说的高贵，不是有钱有量的高贵，是无法计量的那一念真诚、纯真的心。只要有工作可以做，我都觉得非常开心，就觉得自己还是有用的。然后呢，这几天我们是到那个，就是我们新店慈济的静思堂，跟那个慈悦，那有一个就是佛陀问病图，那两边呢有很漂亮、很庄严的竹子。可是当我们接近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上面布满的灰尘。把那个竹子一一卸下来，上面真的是很多灰尘，甚至下面呢还藏了一些小动物。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承担这样的工作，其实非常非常的荣幸。大家都可以放下身段，也许领导是请人清扫，到了菩萨道场了，人人呐、都是那样的美化道场，这是让人真感动。师父一直说，我们大家一定呢要很认真在自己生命的每一秒钟，因为这一辈子认识了佛法，这一辈子遇见了这么多的菩萨，这么多的菩萨共同汇合起来做一件事，那就是慈济在人间。慈济可以呢得到这么多人，从那个时代的五毛钱，安呢一步一步一个脚印，步步精进啊，这一双脚印到底踏了多少多少的国家去啊。所以呢，这都是要有人的能量能力才能向前前进。不能想说那个地方我没去算不算，我也有一份在内。跟大家说，有，师父哪里都没去过，可是呢，我把自己的心，心包太虚，不管哪里需要慈济，哪里呢慈济有缘，就会带着整个慈济人爱的心普及到。所以说，你们都有去过，我们都是呢为天下啦，用爱
去关怀，去付出，就如在座的师父先跟您讲哈，现在天下灾难频多，现在呢天下人心不调和，所以造成了多少人在逃难中很辛苦。跟您讲哈，慈济也要把握因缘，如何能去帮助他们？你们拍卖哦，出来的关钱哦，就是会跟师傅说：“啊，师傅，国际啦，你看要做到位就去做。”就是这样，所以才能让师傅说：“好，哪里需要你们赶快去找因缘物资，或者是呢要如何救？”我们呢看到苦，就要去付出爱，这才是真诚。所以师父说是真是行是爱，无所求去付出，为天下累积福缘，然后呢哪里需要我们赶快去造福人间。这就是咱慈济人啊，平常一直一直在推动啊，我也已经都一直在说，不是为着要赶快无，不是无款哦。我们总是呢要净化人心。过去不认识慈济，我们这因缘呐，好让人知影主者。啊，主者在多位啊，在台湾，这从头历史说起，我个人开始。啊，我真期待各位吼，师父一直讲，恁都爱知影我个人开始啦，迄、那个里面的故事，一路一路走过来，恁也会当。主者的历史整部都了解，最后你就可以知道，原来自己也是在菩萨道场的这种一大步一大步在走，精进菩萨啦。所以哈，咱期待各位，恁都爱用心。当然师父都爱直接跟您说，打从内心的赞叹。不过现在呢，我就说非出力不可，非虔诚的推动不可。所以说好好推，而且呢全数在气候变迁啊，真正的哦温度，那个气候现在在地球是在滚动，所以大家要虔诚，人人呢要斋戒啊，尽量少消费，一次就丢，所以呢，垃圾会很多。做环保呢，做的真的是很辛苦，东西拿起来都是。还是新的哦，还可用的哦，可用的都用，就不要了。总是呢，旧嫌它旧，不清不洗啦，那就把它丢了啦。这呢，也都是很浪费。我们现在啦，大家要如何来造福？你们可以呢，就是多说好话，多接引好人。那羡慕是要他的心，不要轻视善小。要的呢是天天累积，不需要多，只要真诚的一份爱就可以了。这累积起来呢，我们社会就平安了。也许呢，
可以大家汇合起来呢，气候啦也会缓缓的循环起来。这都是呢要累积更多人的善心，求不是求佛菩萨保庇咱，佛菩萨不会保庇咱，佛菩萨会要教育咱，你去做好事啦，你无做好事，你求也无路用。心里唔做，唔趁钱，啊，干那要去求，那都会求会到呢？银行爱去寄钱，你有寄钱有存款，你才去领，才会有钱。这都是世间的道理，都是一样。所以吼，真感恩慈友会，大家的慈悲的朋友，慈悲的朋友。所以呢，大家要发挥一点爱心。